中秋节连续假期，各个乡镇公所清洁队节前不打烊的同时，面对国内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也让清洁队如临大敌。而县环保局上午中秋节慰问瑞穗乡清洁队，赠送应景文旦柚以及月饼之外，特别加赠了防护手套等防疫用品，准备迎接下一波疫情的挑战。清洁队员们人手包一箱文旦柚以及月饼礼盒，开心的和前来慰问赠礼的县环保局乡长陈进光、乡代会主席陈廖安等人共同合影，慰劳清洁队员们维护地方环境的辛劳。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提前送上秋节的祝福之外，中秋节连续假期，各乡镇公所清洁队节前不打烊。另外，面对近两年来国内疫情严峻，各乡镇市公所清洁队肩负起公共场域环境清消防疫的工作，既危险又辛劳。这一次环保局也特别加赠防护手套等防疫用品，保护队员们的工作安全。那也特别感谢我们清洁队员们的就在这一年来来帮我们的环境整理，然后垃圾的清运，那更重要就是这个防疫的部分也是靠各位清洁队员们这样子的努力让我们的花莲能够更安全尤其我们瑞穗这边确诊数就比较低让我们的环境让大家能够生活在这个安全的环境里面疫情期间，瑞穗乡为全县十三乡镇市染疫率最低的乡镇，但面对国内疫情又有再度升温的趋势，乡长陈金光也不敢大意，带领清洁队随时做好各项防疫的工作。但是为了地方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规定加强在我们公共区域的这个清洁的维护所以说这几年来我们的清洁队非常的辛苦为了让返乡过节的乡亲民众度过一个安全、健康且干净的中秋节，乡长陈金光表示，9月10号周五清洁队不打烊，照常排定收取垃圾的工作，也请乡亲民众留意。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